类别之概要呢，其实呢，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有提到就是72种个别法，那么呢，这些都是有自信的，来稍微就是帮同学温习一下哈，它内容是这样的，第一，心是89种，但是只算一种罢了，因为它只有一个自信，那就是四支不表。第二呢，52心所算是52个，那是因为每一个心所呢都被视为一个究竟法。18种完成式一样，就算18种，涅槃有一种，那么呢，就从1+52+18+1，总共是72，这个是一个相当基本的概念啊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，就是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会读到几个名目了哈，那就是不三值概要、混合类别值概要，然后呢，菩提分值概要及一切值概要，OK 好。那不三值概要里面呢，我们会其实都是谈同样的法相，但是以不同的定义。那我们已经了解什么是这个呢，通通可以自见呢，到一个图表里面可以明白，可以看得到哈。那请大家翻开呢，就是我们的表器之一，表器之一，那就是在不三值概要的最后面那边，把同学看一看。好，在白板里面呢，我们这边的有 low、不留、恶、系、取、盖、潜在形象、结、烦恼。那它的内容其实离不开呢，从贪到浅啊，这个呢，大家呢，我们上次有在图表里面进行过分析的。好了，接着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呢，就是混合类别之概要，它就是 mixture 的啊。那 mixture 的第一个呢，同学我们看一下，那就是因有贪嗔痴和无特无嗔无痴。过呢有提到气禅痴，气禅痴里面呢，同学看一看白板，那它会有善和不善的。所以呢，除了五禅痴以外，它加了就是有啊，这个是比较特色的。OK 好。还有呢，就是寻思喜乐这些啊，全部都有了哈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有提到道分，道分里面有12道分啊，同学看一下，12道分里面呢，是在八正道里面，它会跑出一个就是邪见、邪思维、邪精进、邪定啊。那基本上它这些邪的呢，大体上呢都是属于杂心所，那就是这些心呢是通善和不善的。当它跟不善的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成为邪了。所以一净心呢，跟到不善心一起就是邪定；那精进跟不善心在一起就变邪精进。那么寻心所跟到不善在一起就成为邪思维。那么呢，还有就是这个邪见啊，这个本来都具备。好，来，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呢，上堂课还有提到根的定义呢，就是呢，在控制之内的范围里面。控制它的相应法之法，好，然后呢，有没有提到力？力是不会受到对立之法动摇的，所以称为力。然后接着下来呢，有提到就是真相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课。好了，请徐明读一读啊，是真相。是真善，意真善，精进真善，心真善，观真善。真善法是支配他所属的心实行及完成艰难或重要的任务的心所。真善法与根之间的差别是在于他们支配的程度与范围。真善法全面的支配整个心，而根则只在其范围之内实行其支配能力。所以，在一心里可以有好几个根存在，但在同一个刹那，则只有一个真善法存在。关于这点，真善法就有如国王，是唯一的统治者，支配他所有的官员；而根则有如官员，在各自的区域里有支配权，但不能干涉其他人的范围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说话。
金红姐给你知道一下哈，就是秀娟是命出席，一令出席。丽华有出席吗？还是只是月龄啊？请报道一下。雪宝出席，文良出席。好，然后同学我们看一看啊，然后同学看一下这里真上法师玉金金星官哈，就所谓的玉情星官啊，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玉情星官。那这个玉情星官呢，其实它是相对之前的根而言。同学看一下，我们呢之前有谈到根，也有谈到力。那根呢是在范围里面控制它的相应法。好，先有个概念啊，同学。我们看看这个心，好，这个心呢，我们看到里面呢有很多心所，那其他的心所呢，它会一配，它会一个 group 这样子升起的呢，相关的呢，我们叫做相应名法，就是跟它 associate， 相应英文用 associate， 所以呢，七篇六杂呢，基本上七篇全部的心都有七篇，那就是作意处受想思已经心，好来。那同学呢，为了让好好理解的话呢，再重复一次是不好。好，请你翻开 Chapter 2的部分啊，心所哈。那在心所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图表经常用到的，是哪一个图表哈？这里是，我们看这图表哈。来看一下，就这个图表表二之一啊。好，来同学看一下七篇，七篇是触受想思已经心明命根作意，这七个就是顾名思义，八十九心所有心都升起的。然后呢，就是六杂就不一定的了，它有些心会出现，有些心不一定出现。那如果这个四同一切不善心，就是所有不善心它一定存在。一定 compulsory， 然后呢，贪因呢就跟贪心所里面出现，嗔因就跟嗔心所里面出现，昏沉睡眠呢就看是有形还是无形，离呢就是跟痴因相应，所以呢，它其实呢，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呢，当我们比如说升起贪跟心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七篇一定会升起，那六杂呢会选择性升起，那这一些。就是响应 association， 可以了解吗？同学，对，那这个其实呢，它的 association 都有可以说明文规定，所以 chapter two 后面的部分呢，就看你要不要背。以往我们是被要求整个背啊，就是每一个星八十九星，每个星它跟那些星所有关，那些相应星所几乎都有把它背诵和计算出来。OK， 好，这给大家晓得哈。好，那我们有这观念呢，就好理解这边。所以他讲了哈，根是控制其相应法，那就是这个意思了。同学，好，这边如果是先根的话，我们根是什么？性净念定慧，对不对？同学，那这个就是根了，心净根，它就这些，就是呢，控制它的相应的 associate。OK， 看到吗呢？有心净根出现了哈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哈。过呢，他讲哦，那力是增强。不过呢，这里又有一个真相哈，看是显哈，它这个精进哈，这里的根也有精进根哈，然后呢，大家看一下，不过呢，这里的真相支配又有精进哈，那它创到了，那比方说这里的真相啊，我们用心，用欲啊哈，欲情心观。所以同学看一下，这边也有欲啊，欲你这里没有写出来。比方说这里有个欲在，那这个欲呢，就是所谓的真上法。真上法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看。好，所以真上的定义就是呢，支配它属于心实行及完成艰难和重要任务的心所。所以呢，简单来说就是这些全部都是它支配的。如果这里有个欲心所啊，由它来支配所有的。好，过他有讲，他是全面支配心的，而根只是在其范围之内
事情支配你。所以呢，真善法是整个心全部控制到完，但是刚刚讲的根呢，只是在它的范围里面比较小的范围。所以他说呢，一个心里面可以有好几个根存在啊。同学看一下啊，比方是说这个是根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，一个心里面呢，它可以有念根，可以有性根，可以有舍根啊，可以有月根，可以有一境性根，很多根可以升起啊。但啊，比方是说我们看这里啊，同学看一下啊，这边就是一境性啊，这个应该是属于性根，然后呢命根 ，OK。然后呢，这些可以有好几个，嗯，不过这个例子没有举到那么好了，好啊，它刚巧没有说全部都具备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欲情心观，对不对哈？欲情心观只可以有一个罢了，那一个控制所有的心根是有好几个，那么这个根本身像这个清净根，它就控制好它自己的范围。所以其实呢，我们的心其实一个刹那升起那么的多过一。然后你去可以观察得到每个心里面它里面的心所啊，哪个是根，哪个是真善法。所以这是需要一个很强的定力，不可能理论上可以 develop 这样子出来的啊，可能也是通过一些实修的体验上啊来把它检查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了啊。所以他讲呢啊，这个这意思就是这样啊，他举的例子了哈，真善法是国王唯一统治者，支配所有的官员，而官员呢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支配自己的范围，他不会去干涉别人，这样子的哈啊，所以不难理解了。那比方是说这一个呢，精进如果是属于真善法，他就控制所有的；一定心如果是属于根，只控制自己的范围，这样子哈。他如何去理解呢？哈，不是这样的哈。我们打个比方哈，现在我们喝一杯咖啡，那咖啡很香，过后呢我们在塑形的过程里面呢啊，就想哎，我想再喝多一次，那这个喝多一次如果去理解呢，它里面呢精进心所很明显支配那心，那精进心的推动底下我们再来一杯 OK。 那在里面的话呢有一境性，那一境性呢只是支配它自己，简单来说在喝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很专注，有这个经验吧哈，喝这一杯咖啡，自己喜欢的饮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可以很专心，基本在那个刹那，你这个经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或者吃美味食物，哎，那段期间你可以很专注，啊，或者说看书，哇，那段期间你可以一个小时看到什么都忘掉，啊，那个是一精心的功能，而且它被强化掉，啊，强化掉，啊，虽然一精心本身只可以作为根啊，但问题就是当它被强化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好像只有它这样罢了。但它背后呢，一定是有精进心啊，作为它的，我们讲就所谓的真善法，才可以说让你整个人沉浸在那边啊。所以呢，基本上专注能力越强，还有需要配合阿毗达玛指示，你才可以把它辨识出来。不然的话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团罢了的啊。像新喝咖啡一样的，里面呢有糖，有 creamy， 有肉桂粉，有什么都好。你都要有每一个里面的知识才辨识得到，否则有一些人喝咖啡一杯喝下去对他来说是一样的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啊，就有请以琳读下一段是真上法。是真上法是欲行所，系欲行动，不可把它与属于贪的贪欲混浊。精进心所心即在此称为观的慧心所，具精进心只能在五十二塑形心里成为真善法，即除去两个痴根心与阿罗汉生孝心，观则只能在三十四个三因里成为真善法，在同一个刹那里只能有一个真善法存在，而且是在他支配其相应法的时候，观真善可以是善或无忌，其他三种真善法则可以是善不善或无忌。这个要慢慢消化哈，尤其是同学可能第一前面三章没有什么背到的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
同学有没有带到一本教科书，里面有很多图表的，有吗？民法比丘篇的那本有吗？你们没有哈、哦、？OK， 会需要用到那本书，没关系，就给大家一个 reference 介绍一下，大家再补一补，可以先拍个照哈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四真上法呢是就是欲行心观。好，现在他讲啊哈，欲精进心只能在52数行心里成为真上法。OK， 好，试试看在书里面找到给大家。52个数星星哈，啊，作用和两个作用方面，但是它没有提到数十个一个。啊，要自己加好。好，我看我给大家这一个，大家排一排。那这边有比较容易现成让大家理解，我看看我查查这个看了啊，52个数形哈，啊，基本上是民法比丘，这个都在 chapter 2的哈，民法比丘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如果有那个图表了啊。OK。啊，这里啊，啊，对，有点难。哦，对 ，chapter three 哦，我现在翻的是 chapter two 来，分别是该样。chapter 是新分别，是一个分别作用。它没有作用。这样的话要自己加了。喂，师傅，这个区的那个图表不算啊。哦，那个它的它有作用，然后什么入心，然后助行、塑形的哦。哎，对对对，是那个吗？哦，我本来我第三个咯。啊，对，其实我想找一个啊，就全部都有不需要加的，我记得曾经有看过。好，来同学就翻开作用概要第三章，就是这一个了哈。这个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表对吗？来同学看一下，竖星星哈。OK， 一个竖星星，好。这边是12个，不三行，12个数行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数行这边有一个八个，刚刚12嘛，12加9 21咯，21再加17，21再加17就是38啊，来38，哎，这边全部加完它了，老同学看一下，把这里的数行圈起来，998，然后呢，18啊，也自己要算咯，再加12，同学心里。哎，师傅，可是那个另外一个什么比丘的那个，他有一个是加完了的哦。啊，是我就是了，在哪？刚才就第三个咯。啊，chapter 3对不对哈？就刚才你师傅开的那个啊，要说下一点。啊，对，我记得有的啊，对啊，应该就是。不知道翻第几面啊，反正他有一个什么色作用图表这样。
啊，全部都已经 include 到完了。还有加速型五十五这样。啊，对对对，新第三的。扎分别，对，在这里看到了。扎分别。啊，这个来的，你先看一下。啊，有了。同学看一下，啊，这里是作用，看到吗呢？啊，塑形、塑形、塑形，这边往下都是这些，它是排列的比较好了啦，塑形了哈。所以呢，这一边下还要下一个，再下一个吧。这个算了，五十行了啊，塑形，然后呢啊，五十五个了啊，后呢他又讲有扣掉某一些嘛哈，哎，同学你先拍个照，还是你 cross reference 一下哈，就是呢在这边可以对得到民法比学的表，那他扣掉三个嘛，五十二扣两个词根性，看到你再行啊，请你就这边 cross reference 一下民法比学的表 chapter three 这样子了，那么你去找回他哈。那就直接有算好了哈，这个来的啊，它的标题是式作用啊，同学啊，式作用里面有一个式型的，那它表呢是在三十九页了 ，chapter three, page number nine 啊，请大家写一写了哈。我厉害哈。我们同学读久了，都还记得了，现在惨了。哦，因为他们开始读久，慢慢越来越熟悉了嘛，这样就不会太寂寞了，这样，哎，好，太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他五十二个是扣掉两个词根性，一个阿罗汉呢。过后呢，他讲啊，这边是告诉我们，就是呢，就是欲精进这两个呢。会在这五十二个心所里面成为真善法，它意思是什么呢？同学看一下啊，那我们这边的塑形啊，就是这边的贪心啊，这里的嗔心啊，所以我们的欲跟精进哦，在这边全部可以成为真善法，它意思是这样啊。那我们这边的这些贪跟心、嗔跟心是有几个心所呢？啊，这个我们要回到去讲的度啊，就会知道它全部是有几个啊。来给大家看一看了哈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对的，比方是说贪根心了哈，来同学我们看一下哈，贪根心哈，大家看一下，比方说这个是属于贪根心十二，贪根心里面。那贪根心里面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它加起来的心呢，总共有，它都要走掉了哈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啊，这个，比如说这个贪根心，第一个越聚邪见相应无形心，啊，全部总数加起来是十九个，所以这十九个心所里面的欲跟精进呢，它的解释是支配法来的。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欲在这边，精进在这边哈。欲清心观，那欲在这边啊，那这里的欲，同学看到吗？同学在这里啊，欲在这里。所以呢，在这一个不善心里面，这里的欲呢，欲跟精进呢，精进是在这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啊，欲在这里，啊，精进在这里，啊，在这边，啊，欲跟精进呢，他们呢，在这些心里面呢，就是真善法。所以同学记得你有图表，你多善用，因为我们不可能通通在大脑背的那么熟悉的。好的，意思就是这样了哈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哈。好，他讲的就是呢，观呢，就只能在三十四个。三阴心理成为真善心啊！当刚才他讲三阴心，那就回到去三阴二阴无阴。那三阴二阴无阴，
就是 under chapter 3咯。那 chapter 3影子概要咯，所以 chapter 3影子概要呢，就一定有它的图表啊，来让同学写一下 references 啊。那作用子概要影子应该在前面啊。那同学看啊，看到吗呢？啊，这个就影子概要摄影 ，OK， 请你在那边就cross reference 一下，page 3至第7页摄影子概要。那然后呢，我们看一看呢，它讲有三英的星啊，哈。在这边有做好计算的哈，看一下哈，三阴星哈，无阴哎，无贪无嗔无痴哈，无贪无嗔哎，无嗔无痴应该是59是吗？我在这想，来我们看一下啊，官啊，只有在34个三阴星，34个特别成上法，来我们看一下那34个啊，在这里。这里是三阴的形，三阴就是具备无贪无嗔无痴，我们看一下先，啊，这里是三阴啊，他没有特别计算哦，啊，这里是三阴形，看到吗，同学？这里有三的都是三阴，啊，这里的三阴通通把它计算出来呢，就是应该是有34个是对的哈。看数的会更加清楚，算到34个吧。34个给12个，两个音都是有音。34个，这个之前的30个话，它就是结构是个星期三。啊，同学可以翻开，就是节六。就是第三章节六，第三章节六呢，过后呢，我们就有看到，就是标楷体里面，就是节六的一星分类，它里面有最后一段，啊，有谈到一共有47个三阴星，你们看到吗，同学？请翻开节六，47个。你 cross reference 一下哈，所有的三阴星总共都是在这里了，啊，不过它这边我还要再把它扣掉，同学可以先写下，它指的是这个地方先的哈，有找到吗？好找吗？对，很难找吗？这个问题有没有找到？找到对不对？啊，文案是在啊，因此该要把它找出来先，有找到好对不对？是，线上同学都有跟得到吗？啊。有跟到，啊有跟到，啊文良可能你有导入整个 file 下来吗？文良哈，师傅在找着，啊什么？师傅在找着，在找着，对，在找着哈，对你导入整个 file 下来，我们就会就可以帮你 cross the reference。好的好的，师傅。哦，它为什么会是34个呢？是因为呢，就是回到去就是34个，好，我看一下先啊，它有一些原因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三阴星的话呢，好，来，同学看一下白板。啊，这里就是三阴，啊，就是月具之前有星无星，就是它指的三阴。凡是有自相应的话呢，就是有会心所、欲情心观，观指的是会心所来的，所以这边一定会有三个，会有会心所三个。现在呢，因为47要扣十个对吗？他说只有37个身体对不对？是吗？34个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它47，我们扣15个了。OK， 好，来我们看一下同学，啊，然后呢，这边有果报星 ，OK， 果报星，啊，
然后有围着心 ，OK， 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啊，通常这些呢，全部都一定是三音的，就是世间这些全部都一定是三音的。我再说选它，那应该要扣哪一些？我们在三十个三音里面，那在三十这个三音是不是真善法？有十五个不是来的，看是谁了？要扣，我要扣十五个啊。扣十五个，我看看。他什么？三首歌广告，三首歌广告。哦，那这里是三，那这是三音。OK， 没关系。OK， 没关系。但是什么原因呢？我看我记得了，这个东西呢，我好像当时啊，我里面有处理到。啊，我去哪里找？我再选它。因为我们现在是一点开头线哦，这里就应该有了。我们这个是类别不该啊，色体分别体啊，就觉得我这里讲到是时候过后呢，一些时间会找给大家啊，这边应该图表会有的。这边有一些补充资料，不过不直接有回答到明白比丘这点，回去看一下。好，他说真善法呢是支配具身名具事行完成任务的 ，OK， 这没有什么特别。然后注意有提到，同个名具只可以产生一个真善法，我们都晓得，且真善法只出现于二因或三因事行 ，OK， 二因或三因事行啊。这边有一点点错过，大家看一下，啊，这里呢是四尘上行，然后四尘上行就是这里来的，不三三无机，不虚全部有出现，心全部有出现，心境有全部有出现，但是观呢只出现在善和无机罢了，啊，观只出现在善和无机，一定是没有不善哈，善和无机。那今后如果是刚刚是善心跟无机心的话，那果报心还有一定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善无机的话，那果报心存在，我们可以算得到。我试试看了哈，三十四个，三十四个，这里有水表算到吗？这里三十四个三无忌三三七二，我看是谁？三跟无忌啊，把围坐扣掉，来，你帮师傅个忙 ，OK？ 你刚刚我们讲总共有四十七个，对不对？好，帮我扣三三啊，帮我扣掉六个。他刚刚讲四十七是三音还是二音？三音。
来帮我扣六个，围坐行。扣六个，扣六，围坐行，围坐行。好，再扣呢，初禅到五禅，就是再扣多三个，再扣多三个，sorry 再来一次哈 ，OK。四十七 ，OK， 先扣尾坐行，那就是扣四个，扣掉四个，扣了吗？好，过后呢再扣就是，初禅到五禅，再扣五个尾坐行，初禅到五禅扣五个，然后呢扣五边处再扣四个，几个？几个？啊，正确了，啊，正确，好来。同学请写写啊，这三十四个是怎么样来哈 ？OK 哈，它是这样来的哈。啊，同学请写写，就是呢，帮大家写写啊。那就是呢，就这样子写比较容易。同学就这样子写，三十四个三星期的增上法，就把它 bracket 下来，那就是呢，扣除所有围坐行，这样就成了。扣除，所有围坐行，这样就成了，就可以得到三十四个了。要再加多这张横正才刚好 ，AYO， 扣除含有含有会心所的，就是你加个句子之后，对不对？你再 cross reference 了哈，到就是明巴比丘这个表这边，这个表就成了的了。那这个可能。如果你没有背啊，其实就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东西，一定要你熟了哦，才比较好沟通到。啊，所以文安你会有机会把它背一背它，这样一起做的。他不背的话，哎，就好像很难沟通这样。怎么样？啊，你发比丘哈。新增上啊，它其实就是新锁来的，新增上是新锁来的，新锁的欲情新观呢，欲情锁，精进心锁，欲情心，一定性心锁，还有就是慧心锁，性是一定性，一定性，啊，心应该是一定性心锁的，OK， 它没有写是一定性来的。心或心所，哦，不是，他是讲啊呢，完成他讲啊，真善法是支配呀、啊，支配任务的心，非常重要任务的心或心所，他在支配的这一些，他是心所来的。阿毗达摩里面全部我们谈这一些呢，都是心所来的，看到吗？真善法是支配这些非常重要的任务的心或心所啊，我、哦、啊，好、哦，是我、哦、哈，心或心所、哦、那么那个心的话呢？有点奇怪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保留着它就行。怎么样？哦，这个他就没有讲明了，就是哪一个来支配真善哈？这可能要去看他们的 supplementary 了。
或者找回大品佛沙论其他的论哦来去理解啊，他只讲到这里。哎，他讲到这个点不够烦呢，还要去找这么多东西来烦啊，听懂吗？哦，哎，他很 enjoy 这些 detail 的哈。OK， 好了，就够了。魔法听到同学，师傅啊，好，请讲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刚刚师傅讲是扣掉唯作心是吗？我想是的，是扣唯作心，不是扣一手心呢？因为它是善和无忌吗？唯作不是应该是无忌吗？扣唯作心 ，OK， 你再讲一遍。为什么不是？是扣掉那些唯作心，而不是扣掉那些一手心？不，因为果报心不扣哦。啊，善跟果报心里面呢，那个慧心所呢，都有支配的功效的。可是唯作什么？因为在书本上那边是写观身上是可以善或者无忌，他没有讲到是可以是那个一手心吗？哦，这样哦。嗯，我看这边哦。但是一手心是我们跟那个唯作心是一样的数量。因为啊，我们扣唯作心啊，它才 balance 得到啊。你看呢、啊，雪宝在三星里面有八个唯作，你看到吗？哦，但是我果报啊，我在加哈、八个三星，八个三星里面，我再加六个三星，我再加六个果报星，我这样的算法正确哦，我就是把维作星统统 ignore 掉啊，我就可以得到34哦，可是倒回头来我应该得不到34，对不对？也是一样可以得到34啊。一样是34啊，来静红来说说看。47 ，OK， 好，现在就是扣果报星了哈，好，然后呢就扣掉就是四个，OK， 然后呢再扣掉五个，再扣掉四个，好，但是多少？也是一样哦，这样看来两个都行了哈，我看一下先哈。可能就是于他这里所讲的了，同学看一下，你看呢，观只能在34个三阴心里称为真上法。我们刚刚有一个观真上可以是善或无忌，所以那个无忌呢 ，either 就是说我们扣果报心，不然就扣唯作心。雪宝应该照你的讲法这样也对，应该是 either or 了。所以呢，就扣除含有慧心所的所有唯作或果报心了，唯有这样了，只扣其中一个了，果报心了，或果报心，或要加个果报心了。就有34了，就有。好，然后他讲啊，在同一个刹那里只能有一个真上法存在，而且是在他支配其相应法的时候我们都了解观真上可以是善或无忌，刚刚讲了其他三种真上法，这可以是善无忌无善或无忌。同学记得了，无忌是定义是善，无忌的对定义是唯作或果报啊，唯作或果报啊。没有什么特别。好了，我们就进入十啊，请就是秀娟读一读40。40，断食，住是第二，意识是第三，心是第四。四这一词是指作为强大助缘之，以维持其他法之法。根据经教的解释，断食维持是身，住维持受，意识维持三界轮回。因为业即是思，而又是业导致投生，心则维持明法。根据论教法，断食维持身体里，
由四种因产生的设法，而其他三十维持一切以他们俱生的名设法。属于设法的断食是无记法，而其他三名时即可以属于所有三种道德素质，善不善或无记。好，我们先消化一下。那我们看一看哈，十接下来哈，十呢这一词是作为强大助缘以维持其他法之法，那维持其他法就是 definition 是一样，跟刚刚这样，他跟他在一起，他去维持他们 ，OK 好，好，那他这边的十呢，有几个十，第一断食是维持色身。断食呢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目前我们的食物，因为我们都是可以把它分段，都可以咬成一段段，所以这些食物，不管是青菜或者是鱼肉、五谷之类，全部都算是断食，维持是神。然后呢，处呢是维持受的啊。那根据定义来讲，就是呢，我们所有的感受呢，必须通过接触才可以发生。受呢，其实在89心，所有的心都有。那我们再去对任何东西产生感触去触接触的时候呢，受就会得以产生。过后呢，这边讲意思维持三界轮回，因为业即是死的意思，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称这个为失实。失实呢就是导致投生啊，它也是属于死的一种，因为它是一个强大助缘呢来维持其他的法。因为呢，这个习心所呢，它会造成其他他的心，进行投身的。那主要投身的呢，就是指这一个啊，同学看一下。那大家看啊，这个呢，死心之后呢，这边一个心它就会投身过来到来世劫生。那这个心它有能力投身过来呢，就是习心所。那它定义也是用死了哈。我觉得中文这个食只想到食物罢了，不会想到这些东西的，而要回到去它定义是只有巨大的力量去维持它。所以呢我们一个是指事实，事实呢是指维持三界轮回。过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心啊，那就是维持名色，心指的是89心。过他这里讲断食呢是维持身体里四种因产生的色法啊，同学有谁可以记得吗？是那四种因啊，还记得吗？色法有四种因可产生啊，那就是啊，业生是，食生是啊，对。十生是，十界生是，得心生是啊。同学，四种因是指的四个啦。那这四个因呢，它可以产生很多色法。那么呢，我们的断食吃的食物呢，就去维持呢，这四种因产生的色法。那同学看一看这个图表呢，就有很明确的记载。啊，同学看看图表，当我们呢在一投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接生的时候呢，业生是产生，食生是产生啊，
十二呢，其实他投身的那一刹那，并不是说没有设法的，而是有业生设，这个业是过去世带来的啊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时节，通常现在的时节呢，有它把它定义为就是那个 chromosome 啊，由那个chromosome 而产生的设法。然后呢，接着下来呢，第一个有分里面，我们的心又产生设法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过后呢，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，那我们看这个食物一吃进身体里面呢，也开始产生设法。那么呢，就是从我们投身的刹那呢的种种产生的设法，其实都是由事来维持啊。所以我们讲因为是肚子里面的胎儿啊，要靠妈妈的养分来滋润，它一直是这样的啊。基本上应该从胚胎开始，就要靠妈妈的养分滋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哈、哦，父精母血一结合了，它就粘在胎盘，那么胎盘那边就是妈妈营养给它啊，所以这个妈妈的营养给它就是断食来的。同学看一下啊，它指的就是断食来的啊。所以呢，这四个因里面呢，可以去到最原始，就是父精母血一结合，然后呢一粘到妈妈的胎盘，胎盘开始给它食物，它这几个句子可以去到那么细。这个阶段，啊对，啊它也有胎盘，啊，应该是死啊，应该没有食物给到他了，妈妈那边给不到他，没怎么生存啊，在输卵管啊，没有他已经跟精虫结合了吗？啊，对，那时候是还没的哦，因为断食的定义呢，一定是干，这个叫妈妈给到他的，他还没的，他应该蛮快嘛，对不对？只要父精母血一结合掉了，他不是在输卵管吧？他是不是输卵管？他一排出来了之后，那个卵就出来，他是在子宫跟精虫结合的，输卵管结合啊，那应该还没有，是吗？输卵管嘛，我知道好像是子宫结合的哦。因为输卵管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啊，对，他就在等着那个精虫来嘛。也可以啊。哎，来，女性啊，我们这里有讨论到就是呢，那个就是卵子啊，通常跟精虫结合呢，是在输卵管还是在子宫？学明知道吗？不是很确定啊，不过我觉得因为有一个 case 叫子宫外孕啊，所以他可能也会在其他地方这样啊，不过一般来讲应该都是子宫比较多，一般上说在子宫是吗？不然就是很快他应该要打到子宫那边去才会是比较正常啊。不过我是觉得如果输卵管那边结合的话还没开始，食物断食没给到他，一定要妈妈那边，他一定要粘到那个胎盘啊，胎盘在子宫嘛，一定要粘到胎盘，那时候才可以算是断食给到他这样的。那段期间他应该要很快哦，不然到他会饿死的，对不对？他维持，他应该会他应该非常快速咯。怎样维持啊？就是应该是自己里面本身的食物咯，因为精虫的卵子里面它一结合嘛，它里面本身都是蛋白来的嘛，它要维持它本身用它自己来维持它咯，它非常快速。啊，才去到，否则的话，有没有听说啊？父精母血结合了的，这个 zygote 啊，它失败跑到去那个胎盘粘着。啊，请问女性可以回答得到吗？我们几个线上的几个女性只是打。师傅讲过题目。啊，怎么样？题目是什么？哦、啊，题目就是啊。精虫的卵子一结合了变成 zygote， 那这个 zygote 啦，有没有 case 是它不粘在胎盘，然后过它就离开了，就是因为它没有营养的关系，有听说这样的讲法吗？如果它没有粘，就是等你死了咯，就是这就会排出来的，没有粘的话啊 OK 了啊 Elaine 啊，就是确定是
不粘胎盘的话，它应该是缺营养，也缺氧而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刚才我要补充，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我先读书的时候，老师是说是在输卵管那边受孕，就是结合。但因为如果是他来不，他很下面就是到子宫的时候哦，他滚下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子宫还有那个好像牙齿这样去可以勾着他，所以如果他是在子宫才受孕，他再滚回下来的话，他就很下面才连着的时候，其实对妈妈是危险的，就是胎盘太下，那个 placenta 太下面是对妈妈有危险的。所以最好是在输卵管那边就已经受孕，然后他滚下来的时候，在比较上面那边的时候勾着，然后妈妈才从那边长大，会比较有。我了解你的意思。所以就是呢，在输卵管受孕，他在往下滚呢、啊，他会非常快速滚下来。对对对，因为他还没有到有可以连的那一个状况，就是说他从一个 cell 变两个 cell、四个 cell 这样的时候，他其实还没有那个本事不连的，他要到一个固定的那一个 cell 了哈，那个 cell 自己本身才连在子宫啊。明白，就是互相啦，就好像我们每次连东西那种，这样互相，就是那个子宫那边会有那个 key， 这样会勾着它这样。我了解你意思，就是呢，它应该在输卵管那边，就是想会受孕，它滚下来，还在蛮上面的子宫，那么呢，从那边就开始成长。会比较安全呢、啊，懂你意思。所以呢，就是他输卵管呢、啊、滚下来啊，大概多少天呢、啊？应该一天两天里面吧。可是刚才你也是有讲到子宫外孕，这个我就没有什么研究，我不懂那个子宫外孕它连在哪里，所以它会有子宫外孕。因为我只知道是那个 cell 本身会连，所以它不一定是连子宫，它可能连别位，所以它。掉出来，因为你叫输卵管受孕的话，它可以掉左边也可以掉右边嘛。如果掉去出来就是右边，就是那个出来的话哈，它就可能会连在别位。可是那个应该特多数是不能成功的啦，因为所说的子宫外孕哦。因为呢子宫外孕呢，我们讲啊哈，就是在输卵管里面呢，它有可能产生placenta嘛。啊？是不是说在输卵管嘛？你是说什么输卵管啊？啊，输卵管可以产生，因为如果说子宫外孕呢、啊，就是在输卵管那边孩子长大是吗？不能，因为以我所知，输卵管它没有那个牙齿，所以它那个东西不能那在那边连着的，就是好像那个子宫会有牙齿可以勾着那个叫什么啊 ？cells 啊。啊，对对，明白。那这样的话，子宫外孕呢、啊，是不在子宫，是在哪里啊？外面，就是已经是在掉出来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那个卵巢还有那个卵管，它就是在外面。哦，就在这里外面啊？对的，就在外面啊，不是在子宫。那么它在这边产生placenta了，对吗？在这边产生placenta的话，如果它是在那一个输卵管的话，我。不肯定那个是不是也叫子宫外孕？哦，好，总之正常来讲应该在这里才对了哈。啊，他要在这边，卵巢，我就是精虫又跑到这里游到这里来，然后受孕，再滚下来，在这里啊，哦这样啊，哦 ，OK， 哦 ，OK， 哦对，就是精虫又必须爬到这里来了哈，啊，然后在这边结合，他让他滚下来这边这样子，然后在这边受孕是最好的啦。但是如果孩子这里长大就不利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子宫外孕就是指这里了啊。好了，又学了一课了。我这里的专家不少，来同学留意看。如果是说是收或者是湿或者是心，这三个呢都可以是属于善或者不善行的。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呢，我们的食里面呢有三个其实是心来的。有三个是精神来的，金红啊，其实这个社论呢，它还是一个入门书来的，它进一步的发挥呢，可能要看提经道论的发挥，不然呢，就是他们南传的七部论和他们的 commentary 啊，
因为现在我们看的呢，就是七部论加他的 commentary combine 起来写下来的，所以呢，其实目前这个还是蛮 summary 的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刚刚问的问题呢，要么就是我们上期已经道论所谓提到，不然的话要再去挖其他的论，不然就再找回去北传的相关的菩萨跟居士啊，只要他提到这一些哦，大部分可以会懂的。OK， 啊，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写文章啊，啊写文章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就到这边说明的部分。好，来，请雪宝读一读哈。鱼池啊，怎么样？好，怎么样啊？七部论呢、啊？有，就是那个七部论的中文元亨师有翻译到七部论，元亨师有翻译啊。来，我给你写一下，看看晚上有没有哈、啊？啊，他叫南传大正藏啊，大藏经啊。元亨。南传大藏经啊，有啊，真的啊，西北大来的，也是元亨师的 ，sell offline。OK， 南传大藏经，有了啊，大家看一下。本身经，那同学看一下，有看到吗？来，那七部论呢？来，那双论、八趣论、论事，这些都是七部论来的了。啊，同学记录一下了。哎，要打元本师南传大藏经，七部论就在这里了。啊，元亨师啊，元亨师呢是高雄其中一个寺院。只有他去翻译南传大藏经罢了。啊，这样写的啊，元亨师，多好哈、哦！寺院出了名之后，就以他命名了啊，就名留千古了哈、啊。对啊，元亨师啊，以后你也出资了，然后搞个什么藏传大藏经，以后就文安。藏传大藏经的了啊，就没有留名千古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啊，有不少钱的嘞，啊，这些都贴本。元亨师也是传统寺庙，也是有做法会之类的哈、啊。高雄的哈、打开一下啊，元亨师就这简单的了，高雄元亨师啊，很大规模的，会很大，我也去过，我知道了嘛，所以呢，他们一定要有做法事啊，哈，有 income 嘛、啊，才搞得了这种文化的，这种当今东西很费神、费时、费力的，也很费钱的、啊、哈，所以你看到嘛，哈，还要那么大所的寺院呢、啊，哈，赚到钱啊，才有可能做得到。市民有到过了对不对？元亨师还没有，还没哈、高雄当时我去，天气污染非常糟糕啊，这地方不是很理想啊。好，我们还有点时间，还可以继续再读一段。来，有请雪宝哈、啊，就是鱼子哈、啊。鱼子在中未知当知根是须陀洹道智。具最终之根是阿罗汉果智，最终之根则是中间六种初始编制，命根有两种，名与色。在五种根式里没有残枝，在没有精进的心则没有力，在无因心里则没有道分。同样的，在一相应心里，一尽性心所不会到达道之根或力的程度，在同一个时候只能根据情况获得一个增上法，而且只能是在二因或三因的塑形心理。好，请再念一段哈。五种根是只是纯粹面对各自的目标，
由于它们的作用与一触色还很弱，也由于它们在心路过程里所占的是很基本的位置，因此它们不能紧密地观察目标，所以与它们相应的受及一境性不能到达禅知的程度。另者，行是禅知的基础，但在五种根识里并没有行，这并不是因为你有高层次的禅那般已超越了它，而是因为它们的作用太简单的不能包括它在内。好，感谢。好的，同学看一看呢，又要回去一些前面的基础啊。好，我们会解释，就是第一，为什么叫纯粹各自面对自己的目标。第二呢，为什么就是它的作用又太简单，还有它里面的有什么 component 呢？同学看一下图表啊，所谓的五根识呢，指的就是这里的同学五识之一啊，所以在行路过程里面是相当早期的，所以当有所缘创记，比方说有声音到来，这个声音一进到耳朵呢，它是过去有分波动有分端，我们转向耳识就升起啊，那么眼耳鼻舌身以此类推，那么这眼耳鼻舌身呢，它们有什么内容呢？来，我们看一看啊，同学看一下，来，同学看一下啊，就这里看到吗？眼耳鼻舌身识，我们看看到底含有什么东西。首先第一呢，就是呢全部的七片有啊，看一下，好，七片全部都有，现在我们要看的是这个部分，七片全部都有，但是我们看看六杂的部分通通都没，通通都没。所以他第一个句子他有讲啊，他虽然是有受啊和显 啊，同学看一下，他讲啊，他有受和一境性，但不到禅知的程度啊。你看啊，这里啊，大家看啊，有受也有一境性，但问题就是呢，这里的眼耳鼻舌身太弱了，即使是有啊，一定心和收都好，它力量都是很差劲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，他有提到就是呢，不到禅知，过那它作用太过简单了，所以它里面没有寻等等其他的作用。看一看，啊，同学看一下，这边完全是空到完的，啊，意思是讲寻是甚解精进。喜剧六杂全部都没有啊，这就造成呢，当它全部都没的话，表示说这五根识啊，这五个眼耳鼻舌身呢，
它是所有的心里面方式最差。嗯，八度某啊，啊，这他要加固他这些心有没有力量呢？牵涉到他的七片六杂够不够强，够不够多？还有再牵涉到他有没有善因不善因，他全部都没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从这一点就理解到了。所以呢，第一，他只是很基础化了；第二呢，他不能够紧密观察他的目标。所以呢，在这边他只在前面了。啊。能够很紧密观察目标，而且产生功能的，只有在塑形这个盘啊。所以呢，就刚刚有讲，塑形有55种形，就只有这55种形呢，可以产生招善业或者不善业，这样子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到这里的，可以明白吗？这个呢，同学可以在这边5种根是这里可以互标一下。那会互标就是民法比丘的这个表了。看一下哈，啊 ，Chapter Two 哈，民法比丘的图表12第11页，同学你可以互标一下啊。那下次记得把那个图带来啊，就这样子查看就容易了。又没有背的话，不然这样子概念有对不对？你听过很多遍，对不对？就是不熟罢了啦，啊，就不熟。但是一讲，哎，都听过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所以要有表来查看呢。好 ，OK。即使我们背过也忘掉了的，一定要去，不过知道哪里找，哎，来 proof 那个sentence correct 好 ，OK 好。所以同学你们有新跟进的话，希望就继续把资料带起和用功啊。在阿毗达摩就不怕失传了。达净宏，我们过得了3代呢。唯识在中国只70年就不见掉了。啊，唯识在中国70年就没有掉了。70。对呀、啊。哦，看到吗？我一代啊，你看呢、啊？我今年我大概几岁啊？我今年如果是45岁，给我教到30年阿毗达摩，我就死掉30年，那还要多一代。那这一代呢，如果我不收徒弟的话，就是你们了的咯。如何？还、啊、什么？你还不要大两个呀、啊？就是说我们这边全部一起走掉，那么我也希望应该是学宝。哎，你生小孩子的话，你的小孩来学阿毗达摩，来传承阿毗达摩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讲不好了。好，来同学，让你们就是互相叙述一下。那么叙述完了之后呢，看下先啦。啊，同学，我们有同学查到这个啊。OK，Elaine 哈，子宫外孕呢是受精卵不在子宫里着床的方式。那么孕卵呢在子宫腔外着床 ，OK， 也称子宫外孕哈。以输卵管妊娠最常见。哦，他所谓的子宫外孕是在输卵管，是这里的，输卵管是这里的、哦、在这一边就是子宫外孕的意思，就是他不滑下来子宫了、哦、是在这边、就开始生、孩子变长大了、哦、病因常因为输卵管、啊、管腔或周围的炎症引起管腔通畅不佳，阻碍卵正常运行啊。对了，就是以琳所讲的，原来呀、啊，他受卵之后应该他自己滚着下来，可是他不滚下来，他在这边因为发炎，他就停留在这里了，啊，然后他讲这样的话呢，会导致输卵管妊娠流产或破裂啊，可以在这里破裂的哦，在流产或破裂前往往没有明显症状，也有可能是停经、腹痛、少量阴道出血啊。好，感谢哈，今天又学了一样东西。哦，一两天呢、啊，刚刚他讲的，哦，他是很快就滑下来了，他下到来这边他讲啊，这个是有床的，啊，我师傅有补充，刚才啊，思林有找，他是讲从受孕到着床差不多6到7天，哇，所以那个protein是很高的，哦，他有很高里面的protein呢、啊，来滚到来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啊。因为啊，如果他没有足够 protein 滚到下来啊，他就会饿死掉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因为他不是讲说六到七天才是着床，所以他需要从一个 cell 变到很多 cell， 需要六到七天。哦，六到七天来 multiply 了，对对好。啊，是是，这样哦，这样很明显了，这样 OK 啊，是应该是精虫卵子和吸来的 protein。我们的精虫本身，啊对，应该就是说那个叫 zygote 了，不叫卵子嘛，它一结合就叫 zygote 了。我们叫胚胎了啊，就是胚胎里面的食物来维持嘛，这样子了。嗯，六七天啊。好，来非常感谢额外指示。来，我们就进行就是就是 OK 好。思敏就请你跟Ben 跟 Elaine 呢好。思敏就是跟 Elaine OK。然后 Benedict 就请你跟就是月龄了哈，文良就是你跟雪宝了，好，那你们两位一起进行了啊，请复述一下哈。谁？哪位？佛像下面，这位啊，这个，下面，佛像，这里没有人呢、啊，这里、啊、佛像是这样子的。是这样子来的，哎呀，你想太多了你了，真的是。来，开始，嗯，来，给继续总结一下。哎，面熟啊，这样卡成这样看都不知道你真是。